在关心美国佛州也遭到飓风威胁，伊达利亚飓风持续增强当中，预计登陆前会持续增强为三级飓风。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，佛罗里达西海岸部分地区风暴潮可能会高达 4.6 公尺，伊达利亚飓风步步逼近，当地机场在周二提前关闭，影响超过600个航班。而忙于总统大选的佛州州长迪尚特也返回德州坐镇，提醒民众要做好准备，趁早撤离，而超过20个郡都下了撤离令，另外超过40个郡的学校周三都是停课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